可是呢，刚刚各位先生提到了温度的问题。好，我这里有一个 touch reader， 你就可以按按你要的那个温度，或者是你的声音来操控，直接说我要36度、35度、几度都可以，你愿说的、愿压的都可以。然后我们还有电子系统控制，你们想说哦，这许光的原因，这就是我们很常发生的问题。然后呢，我们可以用你的电话能够来开关你们还没有，就是比如说你们忘记关的水，都可以用你们电话来操控。用于我们聊 ED 解释几点盆盆，预想预盆，我们就会有快乐、幸福、美满的家庭，请观看。你们有福了，我们感